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五节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一个人若因惧怕人，就可能会听从人的话而不遵守神的话，结果是会落入网罗圈套之中，因为神才是真正的依靠，不用害怕人。依靠原文是依赖信靠的意思，而安稳则是放在高处的意思。所以相对于那些惧怕人而陷入网罗的人，一个依靠神的人必不惧怕，不会陷入网罗和危险之中。此外，依靠的时态是主动分词，表明一种持续依靠神的心。所以依靠神不是五分钟热度，乃是一生的操练和功课。